垃圾吗？哎，抱歉，您好，请问是许先生吗？我这边是。我的我的我，超级便利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是许先生吗？想问一下，您会说中文吗？一点点。服务人员呢？操作的失误啊，帮您刷了28,100元哦。没有了，没有钱。你是说你没钱吗？没钱。今天天气热，我想吃加面啊。那个您会说中文吗？你是讲你要吃牛肉啊？你等你，真得意啊！不是，许先生，我跟你说，不是，没那么高 Q， 一斤都他卡，米亚都给嘞。你讲中文，我一直被讲中文啊，有病啊！近来诈骗电话猖獗，时不时就可能接到诈骗电话，有网友就决定假扮日本人，用蹩脚的日文来对付诈骗电话，结果被诈骗人员识破，直接没忍住破口大骂的有趣画面。许先生吗？我这边是。我的我的我，再去一遍的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是许先生吗？想问一下，您会说中文吗？一点点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许先生，我这边是呢，要跟您确认一下，因为您在2023年12月9号在消费了2810块，不过这个服务人员呢，操作的失误啊，帮您刷了28,100元哦。没有了，没钱。那你是说你说什么？你是说你没钱吗？没钱。那个许先生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慌张哦，真的不用慌张哦。你这个呢，就是到这个 ATM 操作一下汇款15,000块就好了。那这个呢，操作费的话，我们这个隔天呢会把这笔费用退还给您的哦，你不用太担心。今天天气热，我想吃加面啊。许先生，那个您会说中文吗？你是讲你要吃牛肉啊？你等你，真得意啊！不是，许先生，我跟你说哦，要麻烦您今天晚上10点之前一定要操作完成哦，不然你那个21,800会列入你的下期账单哦。是，没这么高 Q， 一斤都他卡，米亚都给嘞。讲中文，一直被讲中文啊，有病啊！